爸爸妈来了来了来了，这边来，叔叔阿姨、哎、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啊，啊那个叔叔阿姨，这个是我妈，这个呢就是我爸。啊，金波妈妈你好啊，你好你好。老金同志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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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的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。啊啊，好，那马马虎虎吧。那行，那大家坐着聊。好，来来来来，这边这边，来来来，好好好好。好。好哎呀，小金啊，啊，你这个地方还是调的不错的。那个马马虎虎，只要叔叔阿姨你们喜欢就行了。喜欢喜欢喜欢。这在京城里面应该说是最高档的服务场所了。哎呦，那要是这样讲的话，这首都北京好像这个水平跟我们那里也差不多哦。哎，老朱啊，这我们那里豪华场所基本也就这个样子哦。是是是是是。哎呀，各个地方都一样，现在呀、啊，全国水平都差不多的啦。我们那边水平很高的。那个酒店嘛，其实看着都差不多。朱小妈，我在北京从来没有到过这么高档的酒店来，这里的菜肯定不便宜吧？还行。你个小孩子呀，你去过几个地方了？你还小嘞，这种场所当然去的少。哼，金波妈妈。这个平时跟金波聊天的时候，听他讲一讲你们家的趣事哦，我还以为你是年纪蛮大的嘞，今天看起来好像比我想象的要年轻一点点的。朱妈妈，这个我这说话直哈，你可比我想象的老。那个两个妈妈都特别会保养。对对对，就是是是，这样这样啊，我们大家呢都是有缘才聚到一起的嘛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可以畅所欲言，畅所欲言嘛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毕竟你们是远道而来嘛，是吧？我们要热烈的欢迎。那个叔叔阿姨，要不然咱们边吃边聊吧，行吗？啊，那个服务员上菜了啊。是这个样子啊。我们今天呢是为了两个孩子的事情坐到同一个桌面上来了，对吧？也没办法，两个孩子想要结婚嘛。我听说你们为他们结婚还准备了一套大三居的房子啊。结婚这个房子可是个大事情，就是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除了这个大三居以外，家里还有没有其他的房子了？那个阿姨是这样的，我们在北京呢是有两套房子，这套大一点的三居呢是我们的婚房，还有一套小的呢离我们家不远。哦，那个金波，看看菜怎么着还没上来呢？哦，就是啊，那服务员，菜赶紧的啊！哎呀，是啊是啊，大城市啦，生活不容易啊。金波的情况我们也了解啊。这个说老实话啦，小孩子啦，不懂事啊，也不要什么正经的工作啊，非要什么自主创业是吧啦、嗯、这个嗨，年轻人啊，我们真是没办法。但是你说他这样一搞呢，这个收入的问题吧，哎呀，就不是那么太理想。但是我们家茱莉亚的情况你们二位也是了解的，一个小女孩子啦，一个人在北京这样闯着，这个金波又是这样的情况，这个难免让我和茱莉亚的爸爸就很担心嘞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就得问一下，像你们二位啊，这个收入水平在北京来说是哪个层面上是吧？大约一个月有多少钱的收入啊？哎呦，我是憋了一口气，哎呦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去个洗手间。在这边好啊。啊，那个，这个菜怎么还没来？真是，那个爸，你先招呼一下叔叔阿姨，我去催下菜啊。好。朱爸爸，哎，看样子您是经常到北京来。哎，有时候来开开会，有时候来就看看老朋友。我北京的朋友不少啊。是吧？
不好意思，我去打个电话。啊，你们聊，辛苦啊。好。哎呀，哎呀，什么玩意儿？妈，您消消气，别生气了啊。哎呀，你说他说的什么话呀？哎呀，憋死我了！你太过分了。妈，你干嘛呀？第一次见面就问人家什么房子、收入，很尴尬的呀。确实，确实。哎，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呀。我要是问问他家这些问题，他都回答不出来的话，那你还要嫁过去啊？你说你这个条件啊，哎，你说他回到家乡去，什么样的人找不到啊？非要找个金波这样的，我就是要给他们家一个下马威，我看看他们怎么回答我。对对对对对，你对我最好了，妈妈最好了。但是第一次见面，我们稍微收敛一点，好不啦？是啊是啊。就是嘛。啊，我做牛燕，第一次见面。客气点吧，啊！就是啊，好的呀，我晓得了呀，就客气一点就是了喽。那个妈，那个你说他们也第一次来，您就给我点面子。我跟你说，金波啊，我今天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嗯嗯，给了你最大的面子。我跟你说，我把这顿饭我得吃完。是是是是，好，那咱们也不能让他们久等了，是吧？咱们进去吧，妈。进去吧，啊！哎，好嘞，再见。来，金妈妈，我们干一杯。我刚才那样讲，你没有生气吧？我肚量大着呢。这就好，这就好。哎呀，问你挣多少钱，有多少工资啊？我也没别的意思了。你说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生活，我必须要为孩子们考虑考虑了。是吧？我就是怕两个孩子以后生活没有着落嘛。那个，我也没什么意思啊，但是我也还是想问问你，你们挣多少工资啊？你们家有几套房啊？你们家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啊？我们也想了解一下。那个，你看这个菜今天我点的挺多了，你看都是这儿的特色，尝尝。来尝尝啊。怎么样？嗯，味道蛮不错的，挺不错啊。对对对，哎、来都都吃。对对对，来吧来吧。举杯。对于你们一家人的到来，我们全家表示热烈欢迎。什么玩意儿啊！上来就查户口，还以为他是谁呀、啊？就这素质还想跟我攀亲戚，门都没有！我告诉你，这门婚事我不同意啊！妈，你就说别生气，你也别说的那么绝对，听我爸说两句。爸，你发表一下意见。对，你说小叔他妈也太直接了。当然，说是为他闺女想了解一下咱们家的资产情况，这个可以理解。可以这次不问，你下次问吗？对对，就是。就是什么呀？我跟你讲，这俩人进门我就看着不顺眼。你瞅他爸那个劲儿，哎呦，不知道以为省长呢。对，今天我真得向着你妈说几句话。你妈是谁啊？就今天这场面，搁平时她早炸了。可是今天，就是咬着牙，强忍着把这顿饭吃完了。你看我忍的，我当时脸都红了，看出来了，我就憋着，我脸都痛红了。花姐，我跟你说，你今天特别好，特别的优秀，我给你32个赞。但是呢，朱莉亚她爸妈不是外地的吗？来北京就这么几天，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就想赶紧把咱们家的情况给了解清楚了，好赶快把女儿给嫁过来。原来我是想成全你，你知道吗？我儿子喜欢我，这样我就认了吧。结果一看他妈的爸，完了，这事就泡汤了。这就算朱莉亚她爸妈有问题。那茱莉亚呢？你们见过的都是好的吧？那我以后结婚跟谁过？跟茱莉亚过，不跟她爸妈过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跟你妈说话呢？对，怎么说话呢？她是你妈。对，我是你妈。你真是的，就他妈那个直白这一点，跟你妈太像。不，什么跟我太像？我直，我讲理，我不是一样的直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两个人直性子的人在一块儿好相处。你这人就是绕我，就绕我。我跟你说，反正这件事儿没有商量的一律，pass。